吃饺子去呗。饺子，大哥，让写的怎么又吃饺子呢？爱好吃饺子。先找桌吧，完了上来拿菜。哎，好，你刚想，上街里啊，上街里正好赶我大连院那姑娘上学，大半女儿，为了那个请找吃点饺子，这孩子在吃饺子。刚才他那一会儿来选饺子来，看吃啥馅的，大半人啊。饺子鸡蛋。蘸馅饼蘸料吗？那谁呢？刘丽愿吃啥馅儿的？就酸菜馅儿的，啥都吃。啊，行。酸菜楼上有。行行行，走吧。你得换一会儿。太丰盛了。啊？太丰盛了。必须得丰盛吗？你愿意吃饺子吗？你愿意吃饺子？累瘦了，刘丽啊。这蒸饺啊，我求你给我蒸饺。先喝这些啊，先喝这些，这煮不开了，一会儿呢。回家就得报警。没事，我能搁这里。那找地方呢？啊，能，我就装这玩意儿。小区楼下，装不下。干啥呀？你吃蒸饺呢？啊，这是你最爱呀，这是。那些都让他家来，来快了，你快吃。人家自己蒸饺，好嘞，吃吧。给姜，嗯。啊，我等着你了。你姜给姜就完了吗？我知道，去尝尝蒸饺行，这素馅的，这肉馅的，你吃吃，好吃，我吃吃。老妹儿，你能给我？你吃我自己家，我自己家。这汤种，里面有一个那个水，它整的。那这段时间还哪里能解呀？原汤换原食啊，喝点饺子汤。来，我喝吧。我不喝，你喝吧。吃吃，给这几个饺子吃。吃的，都吃的，吃完以后再煮两。喝完米汤，我还能吃几个饺子。来，吃。喝点汤。没有，喝点汤。吃吧，不是你吃吧。你下去。不用不用。你下去给孩子买点水果。不用不用，我有手机。不用不用。这儿不用了，姨夫。没事，你快让老姨给买水果，你拿着去。不用买啥呀，别的了。哥，嗯，给买点核桃，完了上那边买点水果去。我钱一斤。好颜色没有呢？是生的行。都是水。怎么能看出肉多了呀？嗯，怎么能看出肉多了？你看看，其实说白，对，就饱满，饱满度都刮的。啊，那两家水果店呢？去吧。核桃多少钱一斤啊？65吧。为啥是吧？对。住咱哪块住？就在这儿啊。你走吧，上去吧，快。门太好了，在门口等一下。啊，行行行，行。老姨夫，你慢点啊。啊啊。